迷你萌，提到朋克我就想到彩色的鸡冠头。你说的是朋克族，这发型源自古罗马战士的头盔呢。所以是自诩为战士的意思、嗯、没错，他们就是要打破各种规矩和所有的一切战斗。那朋克摇滚也要战斗吗？当然，朋克摇滚也是对当时音乐的反叛，不需要昂贵的录音和华丽的技巧，就算只会三个和弦，我就是要大声说话，谁也不能阻止我。哇，这气势果然跟战士一样。当然，这也跟当时英国的大环境有关系。怎么说呢？70年代，英国爆发了经济危机，大量的工人失业，年轻人看不到未来，音乐就成了发声的管道。哇，原来音乐也能反映社会现实啊。是啊，音乐能做的事多了。喜欢啥音乐？快点告诉我。